老婆，啊，饿了吧？我给你泡了碗面，你先吃。不用，老公，你吃。你看，我这儿啊还有早上剩的面包呢。哎呀，别老吃这个了，来，把面吃了。哎，小兄弟，我早上出门太着急了，没吃早饭。你看你这个泡面，能不能给我吃啊？这。那给你吃吧。谢谢啊。小伙子，这一盒泡面也吃不饱啊。你看这个面包能不能也给我吃了吧。来，给你，谢谢啊。小伙子，我今天早上出门没带钱包，也没带手机，你看你能不能再借我100块钱，把我打车回去啊？啊，这来啊，给，谢谢啊。小伙子，你们真是太善良了，像你们这样的人一定会好人好报。王总，王总，史秘书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下午公司开会您不在，听司机老王说您在这儿，所以我就找过来了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王总，这些钱呀是这几栋楼的租金，另外那十几栋啊下个月32号交齐，来您收好。另外刚接到通知，全国的蚊虫啊都已经开始上班了，这个是咱们公司的新品防护凝珠，提醒您看一下给定个价。好，这个防护凝珠呢，你还可以叫它驱蚊神器，我已经测试过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香茅呢是蚊子的克星，我们这款防护凝珠它的主要原材料就是香茅精油，它不仅能够驱赶蚊虫，而且啊还能净化空气，像平时户外运动或者居家旅行用起来都十分的方便，把它放在客厅、卧室、洗手间就再也不用担心蚊虫的困扰了。而且啊，母婴皆可用，等它干了以后呢再往里面加一点水，这样啊就可以重复使用了。这样吧，咱们就定价9.9元。啊，王总，这个东西啊能让蚊虫都离得远远的，你也可以叫它驱蚊神器，就这么一小盒啊能让您的家里满屋都没有蚊虫了，它既不用点火也不需要通电，您确定就定这个价吗？我确定，但还不够。为了让所有的叔叔阿姨都能买得起用得上咱们这款驱蚊神器，现在点我头像来我直播间下单呢还有活动，9.9元拍一盒，我们再送两盒，到手3盒还包邮，而且啊买的越多越划算。沈秘书，你去安排吧。好的，王总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小伙子，大妹子，你们真的是太善良了。其实刚刚呢我问过很多人，他们都不愿意帮助我，只有你们愿意帮助我。这些防护凝珠还有这些钱你们拿去吧。哦，不不不，老板，那这些防护凝珠啊我们就收下了，但这个钱我们真的不能要。小伙子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吧，毕竟我赚钱呢比你们容易一些。哎哎，老板。